下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不着衣袜？会着凉的。方才，你可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？这般晚了，东宫寝殿怎会有奇怪的声响？会不会是值夜的工人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心中总觉得不妥当。我得去看看这虎符是否还在。虎符还在，殿下可放心了。事关重大，此物关乎着东宫和长兄宫的荣辱，不得有失。倘若真的出了纰漏，我的储君之位不保倒还好说，就怕是牵连到母后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寝食难安。这虎符，就像索命的神套，累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殿下也是太过交心了，这虎符在宫中放了这么多年，如何就丢得？在父皇手中放着，与在吾手中放着，这能一样吗？不行，这宫中人多眼杂，放在东宫里，我总觉得不踏实。那不若咱们这几日先不住在东宫，将虎符带去紫贵别院。那的守卫是切兄孙胜的亲信，殿下也可放心些。待在调兵遣将时，再将虎符带回。对对对，这紫贵别院人少，也安全些。那吾明日就将这虎符带出宫，放出去。嗯。李公子，快起来啦！怎么门都没关？女公子，怎么睡在这儿了？女公子，日后可不能这般睡了。老夫人说了，睡觉着凉，将来到老了会不记事儿的。老夫人自身便是如此，现在记性已经不大好了。但我们这行何曾不喝过？大林二十年前隔壁庄婶来接他两颗鸡蛋没换，如今都还记得。女公子这话可不能让老夫人听见了，不然她能再记恨你十年呢。女公子今日休沐，可是又要与林将军出门游玩。连忙给女公子梳个好看样式的发髻。不知，好不容易在家歇息一日，我就窝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女公子又与林将军吵架了？什么叫又？我经常与他吵架吗？这林将军在都城中，谁人不称起冷面将军？谁人见了不瑟瑟发抖？也只有女公子敢与他生气了。不过以咱们女公子的聪慧，想哄什么人哄不了。可女公子对林将军却不肯用那些哄骗人的手段，所以呀，你们对彼此都与众不同。什么与众不同？不过就是他难伺候，我懒得伺候。女公子，
宫中来人，带来太子妃口信。虎符不见了，是何时的事？在何处不见的？哎，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带出东宫？臣不是早说过，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？吾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，所以才日夜难眠，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。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，不如将这虎符带给他堂兄孙胜，让他带去紫贵别院。吾想着，那好歹是他娘家人，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，怎么着也能将此重物看得牢一些。可谁曾想，这半路上就给弄丢了。子上，再过两日，万将军就要带兵剿匪营救王将军，吾要当着百官的面去倒送三军，届时若拿不出虎符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臣早就说过，那孙慎行事粗疏，不堪重用，殿下为何还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，行此大事呢？可那毕竟是太子妃的堂兄，太子妃央求吾替其担保，吾也不好驳了太子妃的脸面。殿下总是这样，任用亲友，却从不在意其才德。子生，吾知其为大错，快帮吾想想法子，这接下来吾该怎么办呀？此事皆因王纯而起，殿下可曾问过他的意思？车骑将军他病了。病了？那楼太傅呢？他不会也病了吧？那倒没有，楼太傅说此事可大可小，大无轻忽职责，罔顾父皇重托，无御下之能；小无非无一时不慎，时茶弄丢了。此话是个人都会说，应对之策呢？楼太傅让吾去求母后，请母后替吾请罪，父皇爱重母后，必定会法外开恩。那殿下以为此计可行否？为人子女，不能好好孝顺父母也就罢了，总不能事事都连累父母。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之人，二十余年来从未因为私事向父皇开口过，吾不想因为此事折辱母后的尊严。此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。子胜也来了。你来作甚？妾也是担忧此事。子胜是殿下兄弟，又素得父皇信任，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，顶得上他人说百句千句。此事你我束手无策，但子胜定然轻而易举。若想解决此事，的确不难，只不过需要楚妃帮殿下的忙。只要能为殿下分忧，妾身万死莫辞。楚妃只需向圣上请罪。
真是岂有此理，竟然轰我出来。子胜也是担心你，怕你卷入此事惹麻烦。都是我思虑不周，不该牵扯你进来。只是我太过紧张殿下处境，殿下屡次犯错，父皇早有不满。若此次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怕是会牵连母后。若实无办法，大不了我去找父皇，承认虎符是我弄丢的，保全母后与殿下，自己去死。那怎么能行？身上若怪罪下来，储妃位置怕是不保。殿下本就有心上人，若我让出储妃之位，没准还能成全他们。楚飞，少女君，天色不早，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。林将军呢？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，去去就回。少女君请吧。之前就有说过备他的，为何还是不备？备了，少主公怎么抱少女君上车呀？没有他的，我们会屈背以供少女君踩踏上车。不必了。你是我送进宫的，别任性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去。那我不回去，我回长秋宫，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？少商，是我不该凶你，对不起，是因为虎符之事实在太过于重大，我实在不想你牵扯其中，所以才语气重了一些。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，好吗？少女君，这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？他若是就这般算了，他也就不是他了。叮嘱东宫，尤其是楚妃，有任何异样，即刻告知于我。是是。皇后看看，老身今日翻到了何宝物？亏你还能找到，这不是太子出生时穿过的小衣吗？皇后贵人生育两子三女，为太子殿下的小衣，皇后一直留着，无论如何随圣上颠沛都不曾丢弃过，老身哪舍得扔啊。我记得诞下太子时最为艰难，因彼时圣上大业未成，整日担惊受怕的，偏他呀又比平常婴孩大些，
整整折磨了我十个时辰方才诞下，急得圣上险些昏了过去。常言道，越是在腹中折磨母亲的孩子，出生后越孝顺。是啊，太子是所有儿女中最为孝顺的，大约是知晓我为他受苦颇多吧。幸好圣上肯将统领将士的虎符赐下，正是有一心之辈。储君之位至此也稳妥了，我也方能安心些。皇后可是怕储君之位不保？我从不认为太子适合做储君，只是你可知所有从储君之位退下的皇家子嗣是何下场？非自尽便被杀。就算是我身为人母的私心罢了，自己千辛万苦诞下的孩儿若就此死于非命，我这余生也就注了。太子妃，可见过虎符模样？臣万松柏参见陛下。此次剿匪，愿万兴旗开得胜。谢陛下。赐虎符。是。等等，敢问有何不妥？小月后，陛下。听闻虎符中有磁石，可合二为一。这虎符可是统领三军不得儿戏呀。万将军，就不检验一番吗？是真是假？一合便知。子成，万将军，林将军。
小月侯，还有何疑惑？我能有什么疑惑？祝万将军早日凯旋呐！七月了，祝万将军早日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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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做的虎符只是外形一样，但我不知虎符里面有磁石，所以不曾放磁石。为什么能合上？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。少主公，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少女君，不是程家娘子去了东宫。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。他就是这般，不会放过所有害他的人，更不会辜负所有待他好的人。为救太子与皇后，他怎可能只是出出主意？阿奇，去请霍氏虎符吧。小月侯收买孙胜盗走虎符，定是想令太子无法收场。眼下追查虎符下落尚需时日，唯有霍氏虎符可以依旧了。少主公，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，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遗物了。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？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，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，可谓是一模一样。唯有这样，少商才不会露馅。圣上心疼少主公，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，如送出，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遗物了。果真要为程娘子交出吗？若虎符一事败露，定会查到少商身上。我已经答应过他，无论他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他。而这一次，也不会例外。子为何要叹气？现在全都城都知道堂子能干贤惠，我都听说有好几个官宦都前来提亲了，就连平时爱迷路的班小侯，这不也是天天往府上来，这来府上的路都记得滚瓜烂熟了，再也不怕迷路了。堂子，你真是好事将近啊！
为何还要叹气啊？可是，大伯母问我怎么想，要我拿主意。婚姻大事，我怎么能拿主意呢？娘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什么时候有过主意呀？能自己拿主意还不好啊？你看我，我都没办法自己拿主意呢。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你那是圣上指婚，凭谁来都拆散不了你们。不像我跟阿宋，这家中若是不点头，我们俩就只能做一对苦命鸳鸯。你们说，赵成婚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为何我觉得比以前还丑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又不嫁人，我那是娶夫君。哎，你次兄可是答应入赘我们万家的。汤子呢？反正我喜欢的人未必也喜欢我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听从大伯母安排就是了。若他让我嫁给搬家，我也愿意答应。不管怎样，大伯母定都是为了我好，他替我做的选择错不了。好什么好啊，若是日后你成婚了，你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这成亲自然是要夫唱妇随，掌握在别人手中又如何？你次兄不就是什么都听我的，我只动他就不敢往西，我瞧他也挺乐在其中。夫唱妇随，夫唱妇随，这能是一件事吗？哎，说了你们也听不懂。哎，这如何说不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女之间啊，多么简单的事儿，无非就是喜欢了就在一起，不喜欢了就分开呗。你这整日愁东愁西的，都不像你程少商了。我就问你啊，你对那林不疑到底是什么心思啊？你心悦他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是开心的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心悦他的。不过每当我觉得能跟他一直这么开心的时候，他就气我，气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嗨，我跟你次兄从前也是天天吵闹，这吵完了不又是亲亲热热？你就想一想，你跟他在一处时是高兴的时候多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多？是他哄你开心的时候多还是惹你生气的时候？这比一比不就知道了吗？比一比。如燕王府的时候他替我解围，这算好事。不过在宁府上的时候，他借拆桥一事威胁我，这算坏事。一件好事一件坏事，抵消了。华仙遇险之时他救了我，独高山的时候又帮了我。不过他不顾我的意愿就让圣上赐婚，陷我家人于不顾，后来又干涉我，不让我贪吃贪睡。你也得说，哎，这可扯不平啊。这为何扯不平？你对他的埋怨无非就是少喝了两顿酒，嗯，少睡了一个时辰，嗯，人家对你呢，上刀山下火海活出了性命，这扯得平吗？咱别的不说啊，人家那一身伤有好几处都是为你落下的，做人可要凭良心啊。人家光就你这一件事就足够抵消你对他的一大堆埋怨，你呀可不能仗着人家喜欢你
就觉得人家为你做一切都理所应当，你不需要为人家做任何事吧？七七阿姊说的有道理，我虽不知夫妻之间如何相处才是对的，但我觉得倘若有一人能在你最危难时不顾性命的来救你，在你最无助时可以在你身后守护你，那这个人便值得你去喜欢。人与人相处无非是以真心换真心，莫辜负一腔深情罢了。娘娘，少商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没用膳呢。奴才，跟我飞马上宫，千兵马过来。自然是有。
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是我阿母的住处，我想带你来见我阿母。可你我还未定亲，我现在就来见未来君姑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哪里快了？分明是太慢了。我恨不得明日我们就宴请四方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朵杏花都不会啊！多吉多吉，我再见你们好啊。那一朵。好好好。你快点，快点。少少。进去之后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都别先多言，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好吗？嗯。我你哎呀你快呀。好。女公子，侄子见安了。啊，小女子陈少商给女公子见安。你就是那个上次来吃白石的，这次居然还带了个心腹一起来打秋风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别都蹭进尺。我阿兄那是脾气好，我可不会惯着你们这些蹭吃蹭喝的。菊花莫生气啊，要出皱纹喽。你胡说，我二八年华哪里来的皱纹？你是不是被月恒那个不要脸的收买了，跟他一起来羞辱我？我哪有啊。你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要让那个月恒颜面扫地，身败名裂。这天下又不只是圣上，只有阿温兄长一个儿郎，是不是？你还可以另嫁他人吗？他人？啊？那个姓林的，相貌倒是还可以入眼，只不过他是从外乡避难而来的，穷了些，一家老少缺吃少药的。不怕，兄长有人有钱，帮扶他就是了。我们林氏总会慢慢兴旺起来的。兄长，我好些时日没见到我的兄长了。哎，我兄长在哪里啊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兄长。他已经死了，我的兄长他死了，他一家老少和全族都死了。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我的兄长，兄长，我的阿兄，灵毅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俘虏我，你还活着？我要你去死！你要你死！哎，霍夫人，霍夫人，他是你儿子做的善姑娘，霍夫人。你去死！嫂子，你去死！你快去涂药！你去死！这交给我了啊！你去死！快走，快走！你去死！死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他死，他死！你去死！死！我想去军房。子深，上药吧。